有什么事需要生活上去手用？我开始吧。哦，这边换交好友。哎、欸，还有一个。哎、欸，你满了不要再加了哦。我们今天来抽东西哈。好，高级招募一抽啊。然后今天就抽取普通招募哦。哦，抽取，今天重点抽取普通招募，抽取普通招募，还有排行榜第一名的玩家，其他的一个武将，排行榜第一名的玩家，还有他的，不能这样讲，排行榜战斗力第一名的玩家，还有他的一个武将，几排，哎、欸、不是，几装备与饰品。排行第一名战斗力的玩家的一个排行第一名战斗力排行战斗力第一名的武将，其他的一个装备与饰品。OK， 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了，把重点讲到这边了。OK， 差不多到这边。靠，不要再亮了。天上一双一双的明亮，我们是不是有自动可以玩了、啊？爱上你真深深深深深。哦，醉酒吧。他为什么不帮我放大绝啊？哎，就我们自己手动按反的事物了。换一支弓箭什么？不错哎、欸，自动战斗。啊，没有完全攻略啊。掏假波，精英也靠个一场吧。军团系统下次再讲。哎、欸，没有精英吗？我最后有噩梦啊！哎、欸，原来可以邀请一个人哦。算了，如果我们单挑会赢吗？我帮我们精英单挑会赢，试看看，感觉会。臭花熊，这有什么？是有杂音啊？是可以开麦吗？嗯，关掉就没有杂音了。可是为什么我开始有杂音啊？好奇怪啊、哦，可能是因为比较小声的关系。怎么叫你宝石的镶嵌呢？装备宝石的镶嵌，那这边其实都让你前期提升战斗力的原因呢、啊。那在你在这里就是在你才需要去做一个扫荡与进阶。好、嗯。这边就可以了。嗯，三只鸡。这已经绿色了耶。这可以，这可以。
OK， 各位，拜拜。有兴趣可以加加好友。今天就玩到这边。那最后我们进阶完之后再强化一下。